你是说从一开始进来 TP 加上今天五十场，那是不是要庆祝一下呢？粉丝们，那是不是要庆祝一下？早就开播超过100场，那五十场是什么？五十场跟那100场是什么？谁跟播？谁跟播差？Hello， 北原神推。谢谢北原神推送的小浪花。看我最近买的香氛机，然后它这个味道是玫瑰的。谢谢终极教徒呛辣咖喱送的全民每日抽，谢谢泰兰送的祈福好运牌。怎么又在吃？我在吃草莓啊！谢谢钢铁零粉送的小浪花，今天不是拔辣了，没钱买拔了，家里就有草莓。我想吃咖喱饭，我想吃咖喱饭。我要做一件事情。有新年的新特效，真假的有吗？有吗？有吗？没有啊，有吗？我要做一件事情，直播讯息，不是，我想要做一件事情，等我一下。他的粉丝祝我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大象山送的水洗香油，我想吃咖喱饭，我想吃咖喱饭，爸爸，我想吃咖喱饭，我去那里吃咖喱饭，外送啊！我想吃，不然我想要吃上次我没有吃完的那家干面，然后我不要那个馄饨，我不要那个抄手，我要。干面就好，我要干面就好，然后我要干面要加辣油，干面加辣油，
谢谢北门三菜少女光棒，我在吃咖喱牛腩饭。嗯，我想要叫外送。我今天很想吃那个，各位。还好没叫薯条，没有啊，薯条我觉得很好吃啊。谢谢北门三菜送的小浪花 ，Uber Eat。这什么畸形草莓啊？好冷，哎，最近真的超冷哎，我这样可爱吗？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伺候我这个小公主。我跟你们说，我告诉我自己，如果要当小公主，就要努力，就是。如果不努力，就没资格说自己是小公主。所以我觉得我蛮努力的啊。别人在玩的时候啊，我都在认真做我自己的正事，上课啊、练舞什么的，我都不会有一丝想要，就是跑出去玩。然后我都要么就是在家看影集，训练自己的，就是看电影或是看影集、看表演。哎，拜托。别人都出去玩，哎，你知道吗？我们家超少出去玩的，就是很偶尔、很偶尔才出去玩一次，就那种大家庭出游那种有，可是都是回苗栗，因为客家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如果要家族出游，都是去苗栗玩、去苗栗吃饭。然后，可是如果是说如果要那种家里爸爸妈妈。弟弟和我的话，那种我们几乎没有出门过，因为要上班，然后他们就是爸妈要上班，然后我们还要做这些练习，然后上课，所以根本没有安排到什么时间出去玩。所以我真的超想要过年，因为我觉得已经我们过年很久没有那种出去玩的感觉，就是那种有过年气氛，已经很多年没有过年气氛。我记得有过年气氛还停留在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两三年没有过年气氛了，我觉得今年可不可以有一点过年气氛呢？希望如此。我其实在那边许愿，希望今年的过年气氛有一点，就是可以出去两天一夜之类的。拜托，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哎，拜托，平常都真的在练习，平常真的都在工作上课，完全没有让我一点就是哦，终于可以出去玩，然后拍照那种感觉吗？你们也希望看玲玲有出去玩的照片吧，对不对？说王心凌跟杨丞琳，她们两个真的是我心目中的女神级的女神人物。我最近几乎就是我很常听王心凌的歌，我前几天在听她的歌，然后你现在在看她演唱会，而且我跟你们说，我还没有听过任何一场演唱会，就是我没有去听过任何一场演唱会，我也不喜欢去听演唱会，因为人很多。
Polo， 哎，你超雨枫超久没有来看我直播，超久没有在 IG 线弄 take， 我印象 Polo 有关注我的时候，还是我一开始直播的时候，一开始直播之后，然后就没有来看我直播，就完全没有来看我直播。我想说，这粉丝很忙，对不对？我升天了，哦，我想要去看演唱会。我这样像乡下人，就是什么都没有做过，就乡下人才会，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拜托，真的带我，真的该带我去见见世面了，好吗？Hello， 微如，嘿嘿，我这不就是会，可能下次就不来了。你那么忙，然后又不喜欢。谢谢卢卡粉丝送的全民每日抽，再接再厉。所以那个干面有定了吗？我想吃干面加辣油。晚餐着落了，恭喜玲的晚餐着落了。有一个会看，有一个爱看我直播的爸爸，真是好事。我跟你们说，是我还没有进 TP 之前啊，我爸就是那种都不管我，然后那种就是随便顺你便那种，然后都不会把我宠成公主。我跟你讲，自从我进 TP 有直播，有开始在练习工作之后，我跟你们说，我爸真的就是把我宠成就是快要变公主，我真的觉得我快要升天了。我真的觉得我快要，这是什么抖音吗？我刚按到抖音。我跟你说，我这样不能光叫我自己小公主，我还是要努力的好吗？我真的是，我的梦想就是当公主哎、欸。就是你知道，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家里经济环境好啊，然后就真的就是公主，然后就已经被宠成公主病，然后还说自己不是公主病。我问你们哦，如果一个人流鼻血，我如果流鼻血，我一定会去买卫生纸，找卫生纸，把鼻血洗那个，就是把鼻血擦，就是把鼻子擦净，就是用卫生纸把鼻血处理掉。就是怎么会有人这样低着头，然后鼻血还流在地上，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确定你为什么不把头抬起来呢？”他跟我说：“我就不想让我脸脏脏的嘛。”他鼻血都已经快要流到我这边位置了，我想说地板就没事了。对啊，先止住啊，是吧？正常人怎么会有一个人？这是什么？他说，我就问他说，我就不想让我脸脏脏的嘛。可是他人还是一样好，朋友一样多，老师一样对他很好，然后没有人敢骂他，然后我就会觉得，然后很常不来学校，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他本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可能身体不好之类的，但是会觉得说就是会羡慕，但是会觉得说又有点感慨吧，就是 Hello 本丸，难以理解怎么会，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是会这样、欸、我真的会就算没有卫生纸我会去买厕所买十包啊，那一就是十块两包三包吧，然后我就会一定会这样啊，我不会让我自己的头是往正确流鼻血指数是往上，就不会是这样，然后让鼻血流到地上，然后不想让自己的脸变脏。就如果是我好了，就如果我在一个很压力很大的环境，然后我哭说啊，我真的不想要怎样怎样，我想要转离环境。我爸可能会跟我说，坚持下去，你就这样撑不下去，就这样也坚持不下去，你以后还能做什么？或是撑一下就过去了。我爸是这样跟我讲，他跟我说不要逃避。可是有一些，就是我就很羡慕我那个，就是我旁边我身边的那个人，他就是他爸就跟他说。他是这样跟我讲，他说、哦、我爸没有看过我这么难过，所以我爸就让我就是自己去，就是自己去买什么火车票还是什么，自己去台北选一间他自己想念的学校，然后转离环境，从一个高中转到一个，就是转从一个很读书环境转到一个读书环境没有这么严格的环境，我就觉得说好好，然后还可以爸妈也可以让他就是请假出带他出去玩，就觉得他就很宠他，就。就真的是她就是公主，然后她人缘还是可以这么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到的，对，我不知道她怎么办到的。谢谢保护队送的带你去流浪，透过 Foodpanda 订购你喜爱的美食，立即下载 Foodpanda 手指轻点一直到位。把你当什么东西？长相可是玲玲也很可爱，我不知道哎、欸。可能她只是天生就有当公主的命吧，就是她自己也说自己是自公主，然后我就说，哦，就是我觉得。自己讲哎、欸，就是，可是我跟你们说，我觉得说自己公主前就是要有努力，就是我有看过一个偶像剧，然后里面有一个女生是一个就是公司里面被宠成女，就是一线的那种直播主，然后可是她也是努力来的啊。然后大家都叫她公主，可是她也是努力来的，你们知道吗？我觉得她至少努力，然后大家叫她公主，她值得。我就是觉得蛮看不起那种明明没有努力，然后却当公主。对啊，可是我就会觉得羡慕嘛，就是她的公主是。谢谢保护队送的带你去流浪。谢谢保护队送的带你去流浪。
我里面穿得很薄啊。Hello， 大象山，16岁还很年轻哦。什么16岁还很年轻？为什么会讲到？没关系，玲玲有更多人宠。哎，我前几天。是可以在直播上面看粉丝送的信吗？月亮弯弯是月亮弯弯吗？是可以在直播上面念粉丝信吗？可以吧？不太好吧？不好吧？好吧，好吧，好吧，那算了，算了，先不要好了。没，我是没有看过其他成员这么做啦。那就算了，那我就不要当第一个，我就先不要当第一个，我就先不要当第一个，好吗？哦，我想看王心凌的演唱会。王心凌的演唱会。我跟你说，现在天气不是很冷嘛，然后我手就会破皮，很痛哎。好像是说粉丝送的东西不能拿出来给我们看哦。玲玲果然是心灵的粉丝。对啊，是干燥的关系。可是我都有擦那个护手霜。心头像太成熟了，我跟你们说，我心头像，我跟你们说，我不绑双马尾的时候，有人说我成熟，我绑双马尾也让人说我成熟，那就代表我就是成熟的啦。我跟你们说，我那个心头像有人说很微妙，然后我想我知道我微妙的点，因为我就不是，因为你看我绑双马还是有人说我成熟哎、欸，各位。哪里成熟？我 I don't know， 有人这样说啊。可是我觉得比之前好看，之前那个脸太圆。你们不觉得吗？我一开始进来 TP 的时候脸很丑，我觉得我现在要好看一点吧。我觉得我现在要好看一点。好，算了，先不要讲这个了，我不想讲。我跟你们说，我先不要讲这个，我们来听心灵的歌，让我们自己的心情好一点。我跟你说，我就是从小听这些艺人的歌长大的，然后我就梦想就是当艺人。谢谢陈玉于心1月14号生日快乐送的 love。我想唱他的歌哦，慢。谢谢保护在送的带你去流浪。
我觉得公司照都把玲玲拍得很微妙，以前有反串王心凌的热爱，然后被同事赞爆。什么赞爆？阿嘎都，我跟你们说，阿嘎他讲话其实也是直接的，然后阿嘎讲话很直接，然后我听到我也会觉得有 get 到我的点，然后每次阿嘎讲的话都是我不敢讲出来的话。没有啊，王心凌出道的时候就是我出生的时候。是男扮女装，然后被同时叫随时感应粉丝，随着偶像的个随着偶像的个性啊。哈，如果粉丝随着偶像的个性的话，那会不会有点小吃亏啊？就是如果粉丝哈，可是这样子，如果个性太古怪，哈，这样也不好，是吗？好吧，可是是被玲玲传染的。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王心凌好像93年弄我出道，天生二级。我干面来没？好饿。学舞，真假的？他去日本学舞哦，真假的？为什么要去日本学？为什么日本学舞？为什么这样？难怪他的舞风有点 AKB。新的一年可以听到玲玲的歌声最好了，很难听哎，真的超难听的。谢谢陈昱送的 Kiss 啾啾。没有才艺的玲。玲玲是没有才艺的人，蛮喜我随便啦，我已经看开了啦，我看开很久了。对啊，我觉得很爱你，就是很日本。我的东西是不是来了？我听到那个门开的声音了，我要开始来享用我的晚餐了，各位。各位，开门拿餐点，好哦。哦，不要我，好吧，都点了。啊，我看我怕我这样吃不完，怎么办？啊，没有辣油。
啊，我有这个，我吃不完，怎么办？是有辣油的吗？我要决定把那个，我决定。吃不完，所以我决定我要把这个放在旁边，它会干扰我的饮食。有辣油吗？我想要辣油。我跟你说，我最近很爱吃辣，所以现在我根本就是无辣不欢。我想吃辣的。太多了吧？它总共加十几个，我天哪！好，我要开始吃。谢谢保护队送的带你去有辣，有辣椒吗？我去拿辣椒，我看一下家里有没有拿辣椒。我看起来好香，我想要。哎，我要去拿辣椒，等我一下。好，我要开始吃了。辣椒。好吃吗？好吃。因为我很饿。我跟你说，我今天
才只吃了一餐，我今天只剩那一碗卤肉饭，我就没有吃任何东西，所以我现在很饿。希望我等一下我不要像之前那样。小南门旁边的干拌面超好吃，吃一些热的身体对比较好。好，我明天要去，我明天还要练那个，还要排那个考试的东西。哦，演戏，我跟你们说，我真是觉得演戏好难。新的排舞嘛，我没有在练排舞，但我最近在练那个戏剧，学校的啦。其实我觉得那一部没有像《后翼弃兵》一样这么好看，就是我喜欢看的影集是那种，你看完一集会想要去接另外一集，然后是有故事性的。可是《伊丽莎白》那个影集好像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想让人继续看下去的动力。还好，有些电影是那种真的会让人觉得说什么时候才要播完，我想赶快看完那种。我喜欢看的是那种，就是你不会想知道你现在他现在演在哪，然后你会想要继续看下去的那种。跟你讲，我昨天看了一部电影叫迪士尼新出的一个记脑筋记那个什么什么急转弯，什么脑筋急转弯吗？还的另外一个是灵魂急转弯，然后灵魂急转弯，我就觉得他也没有让我觉得哦非常好看，可是我觉得他让我蛮有一些得到一些东西的。我觉得好看归好看，可是我觉得有些电影都不是给你好看的。反正那个电影就是在我最有感受的一个是，因为他在讲灵魂嘛，然后有一个灵魂的世界，然后他们需要有地球通行证，那个灵魂才能回到他们那个在地球上的那个身份。然后有一个人，他就是没有灵魂通行证，可是他很想要，没有，不是灵魂通行证，他没有地球通行证，可是他很想要回到地球里面找到他的那个身体。我就觉得他硬要去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反而我觉得有点太强求，然后就告诉我自己，我就觉得说我有时候也会太强求。我今年天看完神力女超人，反正就是等我讲完，就是我觉得凡事真的不要太强求，真的不要太强求，而且强求你得到那东西你也不会觉得好，你知道吗？
5.3亿耶！我天哪，11年前 ，Hello， 11年前我几岁？55岁。5岁，有时候很欣赏玲玲的想法。我妈，所以我觉得我没办法，我就是一个没办法，想法太多也不是好事啊。超饱，天！新特效了，哎，这个是什么？某某熊，哎，你知道吗？这个熊的名字叫某某熊，某某熊，某某熊，梦辰前辈的熊。人就是接触多了，选择越多，烦恼。22。我跟你们说，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吗？就是，好，我要来说玲玲的心灵小教室。玲玲的心灵小教室开始了。就是有一次啊，我们在上国防课的时候。是教官的课，然后因为他我们学校之前也有几个学姐是就是从事演艺工作的学姐，然后就是他就说有些学姐就是态度不是很好，然后给他的感觉不是很好，他没有很喜欢，然后之后他有说什么就不喜欢他，然后他就是给人的感觉很了不起，然后搞得好像每个人就是非要认识他不可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妹妹，她妹妹要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国防课的那个老师就教官，然后就问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然后老那个教官就跟我们说：“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他就跟我们说：“他就教我，他们就教我们，反正我就是很喜欢这句话。”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可是我觉得我每次讲的都不会有人想听，哎，怎么办？算了，不讲不讲。Hello Talent 又来了。Hello Happy Love。不要吊胃口。就是好，我就好，我就是觉得我跟你们说，玲玲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一直自我意识到一个缺点，就是我很容易就是会觉得
我怎么讲？哦哟，先让我消化一下吧，先让我消化一下。我在想要不要讲，算了，等我想想再讲。我先把这面吃完。不是，不是贬低自己啦。好啦，就可能我讲你们在路上看到，就是你们走路的时候都会看观看一些观察路人吧。我会啦，我会啦，就是我会。我有一阵子蛮以貌取人的，可是我那个以貌取人是，就是会觉得说，你凭什么？凭什么啊？就是怎么跟我讲话？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会觉得说，我们不在同一个层次，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们就是觉得说，你很肥这样。我觉得有一阵子我是真的会觉得，就是真的会这样觉得。可是后来那个教官点醒我说话，他就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因为我跟你们说，就是我觉得不能再用这种方法看人了，就是我，所以我觉得遇到每个人就是态度都要好。在路上，对啊，你们不会吗？就是在路上不会看到一些，我会啦，我习惯观察路人，这样可以吗？好，我用我的方式讲完了，然后不懂的人没关系，我不想一起，因为这是自己感觉的东西。之前啊，所谓中二病，对，是有点这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可能在路上我看到这草莓，我就觉得你好丑，就是逃避，然后我就所以别人才骂我很高傲，我真的就是被骂高。所以随便训练看自己看人，对，本丸你懂我想表达的意思了，对，你懂我想表达的意思了，就是我现在就学会就是自己先问那个人，就是自己会反问那个人，你知道他是谁吗？先问人家你知道他是谁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随便就是这样去以貌取人？对，教官好，就是教官就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就是他的意思是要点醒那个学姐说，你在还不知道别人底细前，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去随便断论别人？搞不好，好，可能这个人他是，他爸爸是一个长官，警察长官，然后你还不知道他爸爸是警察长官，然后你就对他很没有礼貌，然后欺负他，打他。那万一他如果他爸爸真的就是。有一天当面出面，那你不就完蛋了？这种感觉，你们懂为什么？嘿，我是零零后，嘿，怎样？学姐是一个，应该是说那个学姐的姐姐，她们两个是姐妹。然后那个学姐的姐姐，教官很不喜欢她，因为她觉得她姐姐给人感觉是那种很了不起、很骄傲、很拽的感觉。然后她就很不喜欢她。然后她的妹妹好一点，她妹妹就没有像她姐姐一样这么的嘿。然后教官就问他，他就教官有说妹妹个性比较好，所以那个教官就跟我们说分享他故事，然后跟我们说这些道理，这样懂吗？嘿，九零后都什么，现在零零后都什么，零零都出道了，我们这些九零后什么啊？
不管，对啊，反正不是，对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就是，但是还是要先有个底吧。就是万一别人这样，对啊，我觉得，反正我觉得他讲的这句话真的点醒我，真的是点醒我，真的是点醒我了。Oh my god！我天。我刘海要长长了，我跟你们说，女生的刘海真的超难整理。吃不下，没有，我在看你们的留言，然后你们都没有留言呢，你们都没有留言呢，在哪里跨年？在家里跨年，很冷呢。我跟你们说，你们有去哪里跨年吗？你们有去一零跨年吗？这天气超冷，我冷到直接不想出门呢，拜托。怕留错言被玲玲骂，不会啊，不会，没关系啊，我不会骂你们吧，我不会骂粉丝，除非真的太夸张，我才会念一下。好饱，我饱了。我们家没有暖气耶，我觉得超想买暖气了啦！这天气超冷，那冷直接被冷醒。可是冷醒之后，你又不想起来，会太冷。
好冷。谢谢卡 Akira 送的祈福好运牌。Hello Akira， 至少买个暖炉。冷醒真的很困扰，对，而且又不想起来。跨年倒数一定想你啊，有个零。玲玲当偶像也当一年了，时间好快。对啊，下礼拜就公演了，好快啊，好可怕啊。加油好吗，玲玲？玲玲，加油好吗？加油好吗？加油好吗？哎，我跟你们说，一开始我不是叫玲玲吗？我完全没有打算要用数字零，好像是有一个人打，就是跟我讲话的时候就打玲玲，然后打数字零，然后我就看到了，觉得很可爱，我说哎，可以用玲玲。以前绰号叫，我以前绰号叫婉龙，就是我不是叫婉玲嘛，然后我国中同学就喜欢把我那个零改成，把一注音符号的一去掉，变成龙是龙，然后他就叫我婉龙，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好，我那时候觉得蛮可爱，婉龙是这样，婉龙，我没有很冷，我没有很冷，可是他们就叫我婉龙。对，博威社那个婉龙，对，我很问号婉龙。哎，我跟你们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叫值日生了。我今天可以点人叫值日生吗？我想要点 Polo 当我今天的值日生，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来看我直播了，可以吗？我想要叫 Polo 当我今天的值日生，我要跟他解释一下什么叫值日生。值日生就是要写今天的直播报告，然后发限动或是发贴文 tag 我，然后让我检查你的直播作业，就是直播报告，然后这是今天的值日生。
是当写今天直播心得的人，然后贴文或是限动 tag 我，让我看到。可以啦 ，Polo 已经很久没有 tag 我了。好冷啊！泡了棒。其实我昨天才 tag 你啊。没关系呀、啊，今天再一次。可是我本来就没有吃那个呀，甜点变成草莓，我真的要开始吃我草莓了。好酸，我没喝，把这罐水喝完，然后我等下去跑厕所。换一张送的筹码。我跟你们说，我想要唱歌，可是我又怕，我怕就是，好，那我。微唱好了，我微唱，我不要大唱，我小唱就好，小唱小唱。我现在要唱的是，可是我觉得我刚刚那个草莓只卡在我喉咙里面，超不舒服，好像反正这样，怕什么了？
你心得要写唱歌，等我一下。我想要，我没有，我喉咙没有卡那个，我的那个我刚刚吃的草莓籽，我思考一下。等喉咙，我等喉咙舒服一点。嗯，然后我现在有学过很多就是发声的技巧，然后有。嘿嘿嘿嘿，吼吼吼吼吼！就合唱团的，合唱团，我国小合唱团的时候这样，嘿嘿嘿嘿，吼吼吼吼吼，然后肚子用力，然后像我们戏剧组，然后都教我们怎么发声，你知道吗？哈哈，然后我差太多了，一个嘿嘿嘿嘿，吼吼吼吼，一个是用唱的，然后一个是用叫的，一个哈哈。这个差别，我觉得这差别很瞎。台南呢？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没有那种要唱歌的准备。哦，我想要。我觉得这首歌很符合我们这种高中生那种青春校园什么的那种剧情的歌，不用直接唱啊。有没有糖果啊？我在想我要唱哪一首欸。棒棒糖欸，我爱涂口红，我中午先吃饱了，我爱涂口红啊。
你说调皮小番茄那个颜色怎么看怎么适合？精挑细选，拜托，还 Maybelline。好，那台风轻叮咚叮咚叮咛，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我信。喜欢你自己轻松轻松，等一下，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欸，你们不觉得这首歌很校园初恋吗？是爱情，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星，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曾经。没有，我跟你们说，因为这首歌很慢，有没有什么可以不要睡着的歌啊？ C 大调， C 大调，我记得面面前辈也唱过。音准需再强，没有，因为这首我真的不熟，这首我真的不熟，我换下一首，音准比较好抓那一首，因为那首太慢了，我在为自己找借口。而且我发现，就是我任何地方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然后就是我差那么一点点，我就可以。很好了，可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会觉得头很痛。我觉得我那个缺点就是要很难在我身上又很难改，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 C 大调比较快 ，C 大调比较快，没有，那是一首歌。什么张韶涵的歌听起来很稚嫩，可是都很刻骨铭心，是吗？我想换这个，我觉得这个比某某熊还好看。谢谢宝特瓶分享我的直播间。没有，我跟你们说，因为刚刚那首歌我不熟，然后太慢，我不喜欢唱太慢歌，而且那首歌是慢到也可以。我想要换这个，这个是什么？呀，我想换这个，有吗？没有啊，为什么我不见了？rap，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rap， 哎 ，rap， 我完全没有唱过 rap， 哎，完全没有。我怀疑我的舌头长水泡，因为我觉得里面有一颗。我最近真的吃太辣了，我不要再吃辣了，我现在要禁止吃辣。我跟你说，我最近吃了酸辣粉，然后还有那个很辣的东西。我真的觉得不能再吃下去。
写保特瓶说小浪花，小浪花，小浪花。对啊，无辣不欢，可是不能不能一直吃辣，辣会上火，它会长痘痘。什么叫客家人不太会吃辣？我会吃辣，只是我怕长痘痘，加上怕上火。对啊，拜托，辣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会怕呢？我最爱的音乐会重复一百遍，每一次谈恋爱都成熟了一点。今天你打雷雨天我才不妥协，只要有地图我就敢冒险。甩甩我的头发，自我的很明显，快乐随时的参与却浪费时间。把过去统统丢到那条抛物线，我看见前方精彩的路线。为什么这首歌？感动加上跳尾就会很完美，我要我的直觉天天都新鲜，就算世界没变，我还是最耀眼。了谁是存在，拒绝浪费时间，把过去统统丢到那条抛物线，我看见前方精彩的路线。我要我的世界可我最特别，感动加上跳尾就会很完美，我要我的直觉天天都新鲜，就算世界每一遍，我还是最耀眼。我要我的世界可我最特别，感动加上跳尾就会很完美，我要我的直觉天天都新鲜，就算世界每一天我还是最耀眼。可我最特别，感动加上跳尾就会很完美，我要我的直觉天天都新鲜，就算世界每一遍，我还是最耀眼。和谁相遇？你们可以随便点一首那种。好喜欢你。最爱的那个你，两个人一辈子在一起。一部好电影，没有你没有谁赢。想要见到你，永远不会来不及。只要我想你，时间不会有距离。世界上只有我最想你，我的心想到你跳不停。
我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无论你身在何处，我也要去。我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无论旅行全世界可不可以。你说什么？唱杨丞琳的歌吗？你身在何处，我也要去。我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我真的快等不及，我的心都给你。庆祝吗？你们要现在跳庆祝，还是等我唱完这首歌再跳庆祝？总要交友铃都很适合呢。如如不见了，如如很常在我直播里面消失，然后我都很害怕去找其他成员，懂吗？庆祝吗？好，那我唱这个好了。啊，我现在跳庆祝好了，因为时间关系。谢谢 CC 送的小浪花。有人说要庆祝吧，我跟你们说，我的声线就真的很适合这种歌。露露说他一直都在，因为刚刚有人说要唱庆祝啊。每个梦都得到祝福，每颗泪都变成珍珠，每盏灯都像是圆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当年的你什么都怕，怎么会变成女警察？你不是说永远不见，我们都在偷偷的长大，变得复杂。当初最简单的梦可别忘了、哦哦、每个梦都得到祝福，每颗泪都变成珍珠，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这种歌啊，这首歌很失年纪耶，就是如果你要这种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那种姐姐，很成熟的声线，然后唱那种情歌，去唱那种庆祝，我跟你们讲，超级有违和感。像我这种就是声音很稚嫩、不太会唱歌的人，唱一首首歌就是不太会有什么违和感。六六六，自己讲，有进步哦。对，大概就是这样。不是啊，就真的是这样。没有啊，大姐姐成人没有、啊、其实也没有说不适合，但就是过了那个年纪看，我也没有说是老，但就是比较有历练，这样可以了吗？可以吗？我倒是觉得不是年纪问题，声音问题吧。诗雅这诗雅前面就是这个真的不需要，所以可爱也快40了啊。是啊，没有错，我没有错。哎呀，好，算了，我不想解释了，我要继续唱歌。对啊，我还剩三年呢，两年吧，六七八，十八岁。生疏尴尬，尖叫着彼此的脸花。我跟你们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舌头里面是什么啊！我刚刚不知道吃到什么，然后粘在我的舌头里面，然后我以为那个是水泡，然后结果不是。女生天生的单纯不会氧化。
颗粒都变成珍珠，每盏灯都像是圆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成熟的辛苦，听不见世界的忙碌，梦穿着无忧无虑的制服，在心里站着一棵树。我自己都快笑死我自己了。我跟你们讲，我真的相信越唱越好听，所以你们现在先忍一忍，你们先忍一忍我这个段日子。我跟你们讲，你们真的要忍一忍，就是我直播唱歌这个难听的时间。我跟你说，只要真的以后唱歌就越唱就越来越好听，之后你们就会忘掉之前的样子。我跟你们说，人都有过程，这叫过程，懂吗？忍什么？没有，我跟你们说我在练习，我在练习。所以我不怕，我不怕。换一首歌。哎，我上次不是唱那个？我上次唱那个，日不落还是谁的歌？然后我就被骂嘛。我跟你们说，我现在就是要唱那个，不用忍啊，可以听到你进步，是吧？有进步，那就代表以后会进步啦。对啊，那如果是，还是你们已经习惯了，好好笑。好，九点嘞。很不好意思吗？哦，我跟你们说。我已经没有在羞耻这种东西，我已经脸，我跟你们说，我们就是我是学表，就是表演的嘛，然后表演的老师就很多教表演的老师都跟我们说，我脸皮很厚，他请我就是脸皮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厚，就是脸皮薄一点啊，就是你表演者哎，你脸皮厚，你站上台，你没有你那脸皮厚成那样，你是要怎么就是表演啊，就是可以不要脸皮这么厚吗？煮熟的唱法，真的假的？煮熟是怎么唱的？哦，我的腿啊，麻掉了。对啊，脸皮不厚，什么叫脸皮不厚？怎么站上舞台？对啊，脸皮不厚要怎么站上舞台？慢的漫不经心。和谁像油画一样安静，和平的云淡如画。我脸皮很厚，我现在跟你讲，我现在脸皮变很薄。懂也不懂的呵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心牵着心把世界走遍。你就是晴天，你就是晴天，我的爱未眠。不落的想念飞在你身边，我的爱未眠。总是走了要停，微笑望着广场上人群。都装进心灵，陪我一次旅行。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心牵着心把世界走遍。
你就是晴天，你就是晴天，我的爱未眠。我的意思嘛，而且你们跟你说，就是我在班上会唱歌，然后我在班上唱那个，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触动了心感应的奇迹，是触动了心感应的奇迹。当风吹过这一片绿草地，你会知道我爱你。然后我唱完之后，然后有人就跟我说，哈。真不愧是唱跳歌手，然后我就心想说：“天哪，也太讽刺了吧！”然后我就讲：“谢谢喽，谢谢。”我跟他回答：“谢谢称赞。”我就跟他说：“谢谢称赞。”我觉得超不要脸的，我直接就，我就心想说：“太讽刺了吧！”然后我就跟他说：“谢谢称赞，很棒啊，今天蛮好听的。”是不是有头脸没有、欸？可能是真的进步了，可能是真的进步了。谢谢，谢谢宝特瓶的夸奖，谢谢。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海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心牵着心把世界走遍。你就是晴天，你就是晴天，我的爱未眠。不落的想念飞在你身边，我的爱未眠。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跟你们说，我之前就是一到九点，然后我就很想关播休息，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是到了九点，我还是很想继续开播，可能是喜欢，或是不知道为什么。I don't know， 知道为什么？我要首歌什么？遇上爱，遇上爱哪一天？哎，跟你们讲，那首歌真的超，这是我的主题曲，我主题曲就是《遇上爱》这首歌。跟你们说，这首歌真的是我的爱曲。对，我跟你们说，我越来越喜欢直播。我跟你们讲，我找到直播的乐趣了，各位，这样很好，继续欢唱下去。我跟你们讲，继续欢唱下去，我跟你讲，总有一天我唱歌一定会进步的。我相信，我不要，我跟你们讲，会不会就是很让很傻，然后这边练，然后结果没有进步、啊？应该不会吧？就越唱会越好听吧？会吧？会吧？还是越来难听？越唱越难听也太怪吧？零零的主打歌，遇上爱是广告歌吗？遇上爱是广告歌，哪一个广告的广告歌？真假的？情有没有展牌，有没有线索可猜？我问下个什么时候来，我该用什么心态？等一份情走进下个现在，让未来有惊喜意外。真假的，苦到梅子绿茶。遇上爱那一天，有个他能思念，像香水把凉意放我心里面。遇上爱某年某天，两人之间有默契相连。从那天我就会去下院，
还是安排？对到时间跟对人，这什么东西呀、啊？让未来有惊喜意外，相信盼爱的平凡女孩，不需再平凡的等待。遇上爱那一天，有个他能思念，想想谁把涟漪放我心里面。遇上爱某年某天，两人之间用默契相连，从那天我就会许下愿。哎，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国中的时候就被音乐老师，每次上国中音乐课的时候都会有才艺表演，然后每次才艺表演要嘛表演唱歌就跳舞，然后我就被我们老师称赞说，什么八年级要嘛会跳舞就不会唱歌，要唱歌就不会跳舞，然后说什么我是唯一一个会唱歌又会跳舞的人，然后想说好开心哦，然后我现在就说才有鬼啊，我个人手都不行，我真的是一个废物。就是什么叫玲玲又可爱又会唱歌又会跳舞，不是公主就天使。我跟你们讲，我会唱歌会跳舞的人很多吧，我团一堆啊，是吧？天生偶像啊，全方位，哇哇哇哇！你们根本就是，我已经要被捧上天了，我的天哪，我要上天了，我要被捧上天了。没关系，我从小就这样被捧上天的。我就是被捧上天的人，所以我没有发现我脸皮厚吗？哭什么啊，露露？你哭什么？露露，你哭什么？你说啊，你哭什么？露露，你哭什么？干嘛哭？不要哭啦！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不是浮夸的都 OK， 我觉得你们粉丝滤镜每次都开超强的啦，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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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唱。为什么你们会这样一直捧我啊？你们会去其他直播成员直播捧他们，就说不会吧？还是只有我那么瘦？就是大家这样才没有开很强呢，哼，开超强好不好？遇上爱那一天，有个他能思念，想想谁把涟漪放我心里面。遇上爱某天某天，两人之间有默契相连，从那天我就会决定把我整颗心寄放他那边。那思念，想想谁把涟漪放我心里面。余生爱某年某天，两人之间有默契相连。从那天，我就好想知道你的一百分会给怎样的人。用足足的主打歌，玲玲你是最棒的。什么？玲玲你是最棒的。跟我重复这句话，孩子你是最棒的，这样吗？穿上洋装，看着手表，时间快到，心砰砰的跳，和你的第一次约会来临了。金色的阳光，班上玲玲的保温瓶。要你看到我的好，喜欢和你走路充满自信，说话时候你的专注眼神，温柔的笑容里的天真，我相信找不到有比你更好的人，你心里理想情人是几分，是否也会有我的分？好，好，好，我来
各位，我在唱歌，我在找那个 pitch 好吗？我在找 pitch， 是这样找啊？没有，好，够了，我唱嗨嗨了，好，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了，各位。好，我要来念榜了。跟我重复这句话，孩子你是最棒的。重复这句话，孩子你是最棒的。我要从第十二名开始念，第十三名是大象山，谢谢大象山。第十二名是本丸梅子，谢谢本丸梅子。第十一名是利卡鲁，随便啦。第十名是钢铁灵粉，谢谢钢铁灵粉。第九名是朱里恩，谢谢朱里恩。第八名是北原神推，谢谢北原神推。第七名是宝特瓶，哎，谢谢宝特瓶，今天一直夸奖我进步，我很开心。谢谢第六名是 CC 柠檬，谢谢 CC 柠檬。第五名是逸晨，谢谢逸晨。第四名是小薰，谢谢小薰。第三名是陈鱼，谢谢陈鱼，哇，好开心哦，陈鱼，哎，陈鱼第三名，哎，而且是鱼星前面的粉丝。第二名是 Ruru， 谢谢 Ruru， 我不意外，这两个。Ruru 第二名，保护队第一名，耶、yeah, ！恭喜保护队，恭喜 Ruru， 恭喜陈玉，你们是前三名 ，Top three， 对，大家都有夸奖啦，对啊，大家都有夸奖，谢谢你们来看我的直播，大家拜拜。哎，要看 reset 哦，下周要看 reset， 拜拜。